停！后来啊，行唔对路啊啦！行唔对路，夜头鬼这边去对啦。我唔是要去夜头，他妈等来八道。你叫我牵你等去八道？对啊。你坐别人的车啦？哎，小奶，小奶，啊你看啦，啊讲你两句话尔，就伫咧使性地，趁着你这种个性哦，免咱趁有食啦。你都无认我这个后生，啊你烦恼我趁有食趁无食。 我无认你这个后生，敢讲你都无认我这个老爸，把我当作外人，啊想要砍就砍，砍若无想要砍就把我等伫路边。我是要甲你砍啊！啊，毋过你叫我跪只砍你等伊八道，安尼敢毋是咧甲我糟蹋？我毋是甲你糟蹋，我是甲你教。你若想要转去哦，都爱互我会教死的啦。 我若无要认你这个囝，我就叫你扛我去夜头坐车就好啊。哪就叫你扛我等去八道？啊！你叫我扛你等，你是要安怎甲祖公祖妈交代啦？那是我甲祖公祖妈的代志啦，你免烦恼啦。袂啦，就算讲祖公祖妈和你跋杯吼，啊，怎啊来遐的人敢会甲你笑？ 你当初是甲我好出来的时阵，迄是规砖头，无人敢甲你动呢。起码佫叫我用车牵你转，安尼你敢袂做袂面子的？啊，你诚实无爱转去就对啦。而且也毋是我的家，我当伊也是要创啊啦。你伫遐出事，伫遐食，伫遐住，伫遐大呢，敢讲遐毋是你的家？我是伫遐出事，伫遐食，伫遐大，伫遐大汉。啊，毋过你敢有顾着你的某囝？你敢有顾着你的家？较上啊，佫一个时阵，规透早做㗋。 一个好人操甲死，敢毋是为着咱的家？啊你嘞？餐厅厝地起起也别人用啊！你敢有顾着你的某囝？你敢有顾着你的家？我明明无顾恁阿姐，我明明目睭近近看恁阿姐，将恁家做住甲不了了嘞！ 以后咱祖先的神主牌是要拆伫倒位咧？歹者我会卡只片啦！假使你若是为着卡上，恁家祖先的神主牌要拍你，我会卡只片，我嘛甘愿。而且是冤枉我冤枉遐尼深，都爱讲一款的话来侮辱我心。我毋是故意的，我是要跟卡上讲几句话啦。 卡上死的时阵，你死嘛更唔冤家呢？一定有足多话要讲，一定有足多话要讲。你家己身体都会顾好。 这里是医院，你还活着。
你走。阿飞，在哦啊，会给你报回来啊。贝哥，李老先生。啊？你哪一个人戆心戆眼徛在这？阿公，你怎来啊？啊，李生，你是安怎进？卡嫂，卡嫂，卡嫂，我边阿车呢？我进来了。妈，妈，奶奶，妈，妈，奶奶。妈，是陈大哥。褒扬令，查空军少校梁成军因公殉职，有功于党国，追加晋升为空军上校，特颁此令。这是我儿子，这是我儿子吗？啊，我儿子的一条命就换来这么一张纸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这张纸，我要我儿子，你们还我儿子，你们还我儿子，梁妈妈，我只要我的儿子，还我儿子，梁妈妈，你们还我，梁妈妈，成军走了，这是不可能挽回的事，我儿子，这褒扬令是国家对成军的追思。我不要这张纸，我只要成军，我只要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，保重，还我儿子，我不要这张纸，我要，我要我儿子，你们还我儿子，我只要我儿子，我只要我儿子。我了解我先母的心情，比比赶快失去一个好事，我知影伊心内痛苦。你啥？你哪安尼讲？我今日去家啦，有找到福来啊，用钱教我转来。逆生，莫伤心啦，都知影人伫倒位啊，安尼咱嘛较安心。连江哦，我再来甲柯建义转来啦。袂转来，袂转来啊！照顾当，你先回去，我去加药。哦，国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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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乱跑啦！我要去找妈妈。国斌，你又在想你外婆、哦？嗯，你可以把它画下来，以后想念外婆的时候就拿出来看，就不用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来啊。我有带纸跟笔啊。
我爸爸问你说要不要让静怡他们去上学？我不要去上学，妈，我不要去上学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去上学。好好好，不上学，不上学，先不说上学的事，好不好？我不去上学哦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豆子，我被逼困了。国斌，自从许兵仔在关了，变啊足无胆的，连书都无想要读，倒啥想要，让伊变啊勇敢的。要安怎让伊变啊勇敢呢？明仔载，恁招伊骑马相见啦。好啊，好啊。我当码头，你当骑士，我们一定赢的啦！国斌，我爸爸说你一定赢的，去嘛，国斌，去玩啊！走啊，走啊！我马上啊，我马上！国斌，你当骑士要脱衣服哦，不然容易被人家拉下来。来来来啊！阿姨阿斌来来来，小蛋咱一个，阿俊来来来，小蛋你爱放我输哦，我一人请恁一下金甘马糖。国斌加油哦！国斌加油！加油！加阿朱，你先帮我输，给他输。哎，老太婆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这什么啊？这个我去基隆哈，看到这个豆瓣酱，然后我给你做家乡菜。哎，这个什么，拿了就是了。谢谢啊。等一下哈。谢谢您，老先生。不客气了。啊，女的孩子嘞？跟聪明他们去玩去了。哦。老小子，来来来来，这给你。这个是陈琳来看我送我的腊肉。你不是喜欢喝酒吗？炒一炒，给你下酒啊。哎呀，不要这个这个啦，拿起拿起。刚收起来啦，有来有去，唔只是好处变。啊，是是，来来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谢谢。阿妈，我奶奶呀，阿妈，我怎么呀？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什么东西赢了？我骑马打仗赢了。哦，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我今天呢，把对面的坐在上面的，然后推在地上，然后他觉得地位很痛。太好了，这赢了，咱俩脚下来了。丽莎，嗯，这喇叭你吃看麦。阿伯，这喇叭足香的嘞，配酒上好的。哦，嗯，朋友啊，你要吃无？好，来，这给你。多谢阿妈。什么米呢？来，这给你。嗯嗯嗯。多谢阿妈。李长啊，咱足久无发滚了嘞。来来，发酒滚啊！啊，你敢发大？试看卖就知啦。来一个。度就你，好，来来，好，来来，来，小真小，来上好，来，四红啊！你输啊，一两三字你输啊，饮，输都爱饮啊，输滚赢酒啦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来，
等下，无酒啊？倒滚无倒酒啦，话随意就好啦。话随意。啊？等你啊。我来等。李嫂，伊哦，一定是大酒了。那我个人出抓啦，还在讲笑啦，还在讲笑啦，新娘来了，新娘来了。月女，你好漂亮哦。嗯，你长大嫁给我好不好？我才不要嘞。为什么不要？我常听奶奶说要反攻大陆，如果我嫁给你的话，我就要跟着你去大陆，这样子我就不敢见到我的家人了。哎，月女，你要去哪？静怡，那你呢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你长大了，你们还没有回去大陆，你会嫁给这里的人吗？离长大的时间还那么久，以后再说啦。不管再什么久，那天总是会到啊。静怡，如果我说我要娶你，你会嫁给我吗？爸爸摘菜回来了。
其实我觉得我妈妈和你爸爸才是最适合的一对。你想嘛，你不是告诉过我说我妈妈长得很像你妈妈吗？如果我妈妈嫁给你爸爸，你爸爸就有伴啦，我妈妈也不会寂寞啊。诶，也对。不过如果你妈妈嫁给我爸爸，我们不就变兄妹了？哎呦，怎么办？好烦哦。好烦啊。阿嬷，钱伊讲，桌上若带因卡上，啊因两人就判，啊若安尼，我敢会当带钱伊？囡仔人想想遐尼济，创啥？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到这儿。慧心，谢谢你啊！这几天有你陪着我，我觉得人生太美好了。谢谢。你也复原差不多了，我要走。慧心，慧心，你上哪？回蒋大哥身边。我不准你去，我不准你去找他。我准？你凭什么？你是我的人啊。不要以为你用这种卑劣手段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慧心，为了你，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相信啊，但是我不能原谅你，更不可能接受你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老蒋他对你有丈夫之恩，你就死心塌地想跟他走，是不是？对，蒋大哥对我有恩，但是我对你有恨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我对你有爱啊。你对我的爱错，你对蒋大哥的怨也错。没错，我爱你，我没有错。爱没有错，但是你做的事情错了。蒋大哥，我回来了。蒋大哥，
蔡红啊，别创啊啦，滚一挂绿豆汤，互因做点心啦。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慧心去叫老蒋会敢转来？无看的咧。对啦，蔡红啊，啊，蒋话要走，敢毋是讲有留一张票互你？内面是写安怎啦？啊，是安怎要走啦？都无讲啥咧，是敢若讲哦，伊欠咱的花仔钱会设法寄转来还咱啦。哦。慧心这查囡仔是要倒找怎样的啦？就是讲，对啦，啊，武勇啊，甲遐囡仔是伫创啊？哦，讲要做风吹啦。做风吹啊？嗯。这边这边。哦。更把节目。安尼有一点仔乌呢。要泡一寡水啊。做啥？你对国宾比对我国较好。聪明啊，人国宾无赌上，你还计较遐济。恁吼爱亲像兄弟姊妹共款，大汉了后爱互相照顾，知影无？知。哎、欸，大伙都在这啊！林先生，妈，妈，阿姨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哇，好漂亮哦！今天国宾看到人家在放风筝，很羡慕，所以林叔叔答应帮国宾做一只风筝。谢谢你。这个风筝好大哦！嗯，风筝越大，飞得越高啊，这样信才可以越接近天上嘛。信？什么信啊？当风筝飞到最高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写好的信，顺着风筝的线，送到天上去哦。这样子，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。如果你想寄给你思念的亲人，他就可以知道了。林先生，拜托你了。不要调皮哦，要听你叔叔的话。大家斟酌听，军报通报，我报名即马来转告，大白天今日实弹演习无，人车僵尸禁止进入无，今若火炸弹是真厉害啊，若是去炸着，毋是找无下海，就是找无大财啊，若是去炸着牛啊，安尼牛主就升台啊。以上报告完毕。这报名啊吼，像我讲就听话啦。好啥嘞？啊！哎，宝贝要拍落是要创啥？是卫生所要发面汤药啊，是咩吃药啊？是吧？不是啦，讲今日吼大平顶顶关是大演习啦，讲人车袂用入去，往哪里逃？啥物去遐寒？好啥嘞？你上床去那边去放河水干咩？你上。有看伊在遐外省呐，去大平顶迄边去啊！啊，你
快来！嘿，都在了，要洪水哦。线断了，风筝飞走了，无雄叔叔去追了。跟他洪水耍东西，你怎去找款呢？阿伯，跟你开始联系嘛咧。进来，快来！手剪了，小心割伤了。静怡，去拿把扫把来。啊，是安怎啦？迄个炮声惊到了。哦，拄只我嘛有听到嘞。讲你演戏啦。哦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儿子武雄，他不是带你计划红针吗？是什么回事？你说啊！你不要哭了，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了？哎，快活啊！嗨呀啦，嗨呀啦！先坐啦。可怜哦，出大事啊啦，病啦！是不是我安怎是吧？大伯，紧，门起门吼，赶紧进去落来，进来啦！Thank you.
转。吹沙登去，走去捡风吹，才会。芙蓉啊，你一世人中好善良，有天有地，有大有小，佫真友好，也无做歹。观世音菩萨会来接引你去西方的极乐世界，你毋通挂碍。阿母甲恁多少个身体还阁勇健，会甲聪明啊，甲外女啊，像养大汉，你放心，早日去。先生，您老太太，孩子闯了祸，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，请你让我们上香施爱好吗？你们走，你们走得越远越好，
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们。走，你走了。你那会慢遐尼侪花，是要给我的吼？好啦，这蕊给你啦。哇，你长足好诶！叔叔还是……我要回去上那课堂，我要回去上那课堂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我回来了，不要抓我，我要回去上叔叔课堂。送给你。你干嘛拿皮箱？你干嘛弄我皮箱？你们要搬家啊？说话啊！你怎么不说话？说话啊！T，你干嘛哭？发生什么事了？